开始吧，我已经开始了。如果你打标木头的话，最好是配一个这种，就是吸烟的空气净化器。你觉得打的是不是太黑了点儿？功率小多少？80%。两遍大概是3分钟的样子，是吗？我觉得差不多也够了，是吧？要不要再打一次要深度？